前，许凯和娜扎一起为某品牌拍摄了情侣广告，许凯穿着印花针衫，娜扎穿着红色针织衫，俊男美女同框，画面十分养眼。照片中，许凯身穿灰色印花衬衫，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，红色小桃心的加入充满了甜蜜的感觉，彰显出他独有的时尚。下身选择了黑色的短裤，将衬衫塞进裤腰，打造完美的身材比例。他留着中分短发，帅气有型，鼓励娜扎身穿红色针织衫，显得热情洋溢，微微露肤，魅惑又迷人。搭配一条米色半身裙，红色的桃心印花，丰富造型的色彩，个性又抢眼，一身穿搭甜美又可人。娜扎被许凯抱在怀里，拿着手机自拍，两人一脸羞涩与甜蜜。许凯亲吻娜扎的脸颊，唯美又浪漫。他们坐在沙发上一起看向镜头，温暖的笑容非常有感染力。娜扎从背后抱着许凯，对镜露出甜甜的笑容，两人 CP 感十足，真是隔着屏幕都觉得好甜呀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